2013年9月28日，今天是什么日子呢？2009年9月28日，大双的孩子琪琪出生。大家对琪琪这个名字可能会感到比较陌生，因为她还没有在我们频道的直播中出现过。琪琪可是09年出生的四姐妹中最小的一只，出生时体重只有77克。那一年的大姐和二姐可是饭团们非常熟悉的文丽和雅丽。文丽雅丽本来住在1号别墅，现在在广州打工呢。那琪琪呢？琪琪和三姐艾丽参加了Dujiangyan的野生化训练，现在正在北京园博会出差，不知道这一段时间他们过得怎么样。马上就到11假期了，北京的小伙伴们，咱们结伴去看琪琪吧。敬请期待今天的精彩内容，熊猫频道将一如既往地为您提供熊猫的最新资讯。